恒丰美酒，情系万家。本节目由恒丰酒行赞助播出。个人秀，专业秀，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一起秀。本节目由中国红超市、幸福楼大酒楼、相接名表珠宝店、华信金属、中华橱柜、朱氏建材、恒丰酒行、 Bad Shoes 法国鞋业、安达意国际物流、环亚旅游、尼加拉酒行、万兴食品、 Eclat 贸易公司以及巴黎爱美丽珠宝联合赞助播出。今天的这位歌手，我把他称之为来自江湖的音乐骑士。半年前，海涛从青岛来到维也纳学习音乐，结果他却做起了与音乐完全无关的事业。三年前，海涛毅然放下了已经小有成就的事业，走进了巴黎的音乐学院。海涛虽然在江湖走过，但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人。你好，魏老师，久仰大名，之前一直看了你的节目啊。刚才我听你这个唱的歌，这是意大利的民歌是吧？哎，是的，是的。目前在学校里主攻的还是唱意大利歌曲是吧？哎，是的，是的，我的主修是古典歌剧专业的。古典歌剧啊，对，就都基本上唱意大利语的。基本上是意大利语多，然后呢，还有那个德语的浪漫曲啊，然后法语，基本上这三大类。最开始就是说接触这个音乐，正式接触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我上的是一所艺术院校，但是他有的时候呢偶尔一个星期呢有一节的这个声乐课，只是知道一点怎么发声的方法，调整呼吸啊，然后也就是这样，然后有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呢，就是有一个奥地利的校长到我们这边来挑学生，音乐学校，对，音乐学校，对，然后呢就把我给挑过去了，那我就非常幸运的就来到了欧洲的奥地利维也纳，我是2011年9月9日到的维也纳，2011年去了维也纳，对，那时候就是开始学音乐了吗？名义上是应该是学音乐的，对，但是呢我们那个是个私立学校，当然你要交很多钱了，
但说实话，我当时小的时候吧，你想想那个时候才多大呢？18、19岁吧。嗯，偶尔也就跟朋友唱唱卡拉 OK 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对音乐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了音乐学校，反而没有好好去学音乐。对，对，就是感觉这个城市呢，嗯，非常很好，音乐氛围可能也不错，真的很好。但是呢，我当时真的是没有珍惜吧，反正，但是我也不后悔了，因为，走过这些路，一开始就是在维也纳的时候要，交学费、生活费各方面的原因嘛，有非常生活做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我的精力吧，70%-80%吧，根本就没有在学习上，就是你要考虑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做点生意，哎，去做点生意也好啊，怎么去养活自己也好啊，哎，就是在这上面没有心思说完全静下心来学什么东西。那后来就是怎么样，是一种什么样力量把你又拉回到这个音乐的路上来，就是很有意思。干什么东西你就要去体验。那偶尔呢，你到哪一个饭店呢，你会听到，哎，这个音乐不错啊。那我就让对方服务员了过来，我就问一下这是哪里音乐啊？我感觉非常好。然后他就告诉我，哦，这是意大利的歌曲啊，或者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风格的歌曲。然后我呢就回去听，啊，慢慢的开始听这些民乐。啊，然后呢，在维也纳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的国家呢，为了让学生啊什么一类就是不是很富足的人，他会，国家政府有歌剧院什么的，他会有很大的明星过来，有好的歌剧、好的音乐作品，他会非常便宜的价钱卖给你们学生啊。所以说呢，所以说来欧洲的时候，你有了时间就去看这个歌剧，像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赫塞·卡利拉斯，他是西班牙人嘛，他有的时候就去我们那边演出什么的，所以说，很便宜，没有太贵了，几十欧元，就可以了。这期间你就不断的去接受，对对，我不断的去感受，不断的去熏陶，不断的去感受，哎，慢慢，哎，我发现我真喜欢这个东西了。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慢慢听学，哎，还不错，我自己看看能不能模仿唱一下，哎，结果唱的还不错，我就找几个意大利朋友过来一块，哎，然后我就唱，他们听，哎，他们感觉哎还不错，他们哇都鼓掌说，哎，我感觉，哎，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走这个东西，或者学一下哈，正好有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了，我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了我的老师，他是个法国人，啊，他在奥地利，在奥地利，对，然后呢，他就说，哎，你可以到法国来考个学校。机缘巧合让你就下定决心把这个自己平时所做的为了生存的一些事情都放下了，就来到巴黎，全部放弃。对，然后考这个学校的时候顺利吗？头一年我就练，在地下室里头没夜没日的练，反正就是吃饱了去练，很简单，就一天到晚就唱歌啊，就是唱。然后呢，考了一所学校、两所学校、三所学校、四所学校，哎，最后考了第五所学校的时候，哎，就考上了，哎，所以说，还很幸运的，反正。这期间，但是你自己是付出了很多，就是下定决心要去考这么一所学校。哎，也没有嘛，那你喜欢的东西怎么样？喜欢吃的东西，你就多吃一点吧。就像我喜欢多听点音乐，哎，就多听了，就这样。通过在巴黎这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学习两年多了，两年多了，对，两年多了。感觉有没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个学校里面？有的，对，我自己是个也不能自己一个人，反正是有的，是的，这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哈，哎，对音乐这种喜欢真的是一种情怀。而且呢，我从小到大没有很认真的去完全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到一个东西或者一种技能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我找了音乐这个真的对我，非常的有帮助也好，各个方面我真的非常喜欢它，我也可以想一直走下去，没关系，做的事情都是让自己能够非常快乐的事情。是的。那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学校，我们还是祝愿你能够在音乐的殿堂里面，在声乐界能有所成就哈。哎呀，谢谢，再次感谢啊。下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来欣赏你的这首中文歌。没问题，我的中国心，中国心，我的中国心，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所有的中国人。是的。
是不管怎么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小偷虽然穿山鞋，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坚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黄蜂九行最美品质，万新食品公司牛肉丸好吃